家好呀，我是花猪。3:07前瞻直播结束了，我也是爆肝为大家带来了整场直播的复盘。首先第一期卡池是萧公、神子、启凉凉，第二期卡池是万叶、艾尔海森。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花猪，还能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。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，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，祝三连的朋友满命满金。关注花猪，有元神和心铁问题都可以问我。然后是第一位封单角色正式亮相了，来自蒸汽鸟报的记者夏洛蒂，从外观上来看是肯定会进卡池的，新老婆加一，想抽的朋友请打个一。原石不够的朋友可以去大神原神圈子输入神力口令大野猪，有我为你们准备的30张月卡，另外每周疯狂星期五会掉落大量月卡，每十人抽一人，同时签到最高可领180原石。接着 3:07 会上线萧公新的传说任务，卡维的邀约任务，完成大型活动决斗召唤之巅，还会赠送绝版四星武器，大家千万别错过了。然后是 3:07 前瞻直播300原石兑换码，国服和国际服都有，到明天中午12点失效，大家赶紧兑换吧，复制的朋友记得删除最后一个空格。 3:07 活动决斗召唤之巅分为几个小活动，第一个是跑酷吃金币，第二个是打牌对战，这次温迪、钟离、雷神、草神的卡牌会同时开放，第三个拼装齿轮零件，就是之前活动的复刻，第四个打怪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是神宫天巧复刻420原石，就是让我们自己组装秘境副本，然后分享给其他玩家通关。离构者苏心吕燕420原石和无相活动差不多的玩法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难度来进行挑战，难度不同获得的积分不同，这个应该是有点难度的。一神的猜想420原石就是打怪挑战，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，新人请放心。最后大家可以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花猪，还能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，我每天都会分享星铁原神攻略和星穹原石活动，点个关注就不会错过了哦。